眾所周知咧，而家越嚟越多人有精神健康嘅困擾，差唔多喺香港咧，有四個或者五個裏邊咧，就有一個就有情緒或者精神健康嘅問題啦。如果你係照顧者嘅話，你又要照顧身邊有精神健康困擾嘅人嘅時候，你自己覺得點樣？咁所以我哋 Radio I Care 咧，嚟緊就會拍一系列咧關於照顧者壓力嘅一啲嘅節目啦。如果你係一個照顧者，你有好多嘅問題要面對嘅時候咧，歡迎咧你可以咧留低一啲嘅問題啦，或者意見啊。咁我哋咧就會揾翻一啲嘅嘉賓咧，就係訪問翻佢哋，希望佢哋可以解答到你相關嘅題目。咁今日咧我都會講下作為照顧者咧，有三個方法咧係可以幫助你去處理自己一啲嘅壓力嘅。照顧者咧，日以繼夜、日以繼日咁樣去照顧身邊有精神健康困擾嘅朋友啦，咁啊，自己一定係遺忘咗照顧自己嘅。咁所以第一點好緊要就係咧，我哋話要覺察自己，或者咁講就係叫做活在當下，專注當下。你試諗下，我哋成日好多嘅擔心，擔心我哋嘅即係有病嘅屋企人啦，擔心佢唔知點啦，我哋咧要照顧佢啦，於是將我哋嘅時間啦、精力咧就擺曬喺佢哋度，我哋完全咧係遺忘咗自己，忽略咗自己，於是我哋亦都會好容易咧俾對方咧牽動到我哋嘅情緒，我哋好多去擔心佢，咁所以我都希望咧，作為照顧者嘅你，雖然好忙，但每日都抽15分鐘嘅時間去俾自己靜落嚟，係俾屬於有個私人時間去靜落嚟，可能做一啲嘅靜觀啊，專注翻自己，關心一下自己啊，係啊，我今日嘅感受係點樣啊？做一啲深呼吸。關心一下自己的身體，記住，因為我哋要照顧身邊有精神健康困擾的朋友咧，依個係一個長命嘅有排打嘅仗嚟嘅。如果你自己都 take care 唔到自己嘅時候，你係點樣去幫助身邊有依方面需要嘅屋企人呢？所以第一樣嘢咧，一定係要花一啲時間，每日俾自己一個 perfect time。第二樣嘢咧，好緊要，我覺得就係一個。俾自己一個全面嘅同情或者係一個同理心嗱，好多照顧者咧，佢背負住好多嘅重擔，佢有陣時會覺得自己係虧欠咗有病嘅屋企人啦，於是乎佢成日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會逼自己咧要做得好。當然有一啲就會怪自己身邊屋企人啦，點解你有病啊？點解你俾咗咁多嘅負擔同埋壓力我哋啊？但你要記住就係其實有病咧，真係每個人都唔想嘅。其實作為照顧者或者身邊嘅屋企人喺成個環境或者系統裏面咧，其實可能大家都係受害者，大家都係受咗傷害，所以我哋好緊要嘅就係俾對方一顆嘅同情心去體諒佢，但我覺得更加係要俾自己一個同情心。對自己好啲，去接納自己。我哋未必話用原諒自己，但係都要明白，其實自己係已經做咗好多，盡咗力㗎啦。其實要讚下自己，已經做得好好，唔好對自己咁苛刻，得唔得？第三樣嘢咧係非常之緊要嘅，我哋就係講一個能量嘅流動。當你唔開心或者抑鬱嘅時候咧，你所有嘅嘢咧就會停曬喺度。你可以想象到一個抑鬱嘅人壽，邊度都唔想去啊，好被動啊，係咪行唔到出去啊？當你有壓力嘅時候，係咪都係咁樣，唔想喐，好似一尊佛像咁樣專注咗喺依度，集即係塞咗喺度。咁咧當然咧，如果中醫角度嚟講咧，即係鬱結啊嘛，就係成為一個肝鬱，所以更加需要咧係有能量嘅流動。能量嘅流動可以有幾方面，你同人傾偈啊，同人去呻啊。另外一樣嘢就係做運動啦。我成日都講做運動好緊要，你喐下。我唔係叫你跑步，你可能係急步行嘅時候，等自己嘅能量可以喐到嚇，咁個潛意識地就可以幫你將一啲negative 嘅或者一啲負面嘅嘢咧宣泄咗出嚟。當你嘅能量有依個流動嘅時候咧，你先有更加多嘅能量或者戰鬥力咧去面對眼前嘅挑戰，得唔得？今日先咧分享三個嘅方法，如果你有其他嘅問題咧，你記得留低俾我哋，我哋咧希望可以咧揾一啲嘅專家幫大家解答。咁啊，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咧，就再同大家傾下啦，拜拜。